闻名全台的三星上将梨即将采收上市，这一次三星地区农会以三星上将梨结合在地好茶，推出2022三星理想茶香产业活动季，并且定在6月27日盛大登场。活动推出买梨送好礼以及买茶送好茶等优惠方案，只要是购买上将梨并且品名的民众，都有机会捡到好康，得到好礼。为了同步庆祝三星地区农会网络商城全新改版上线，特别推出买梨送好礼的活动，上网登录就有机会抽中三星地区农会网络商城的优惠券，头奖可以得到6000块钱，活动总奖金更是超过10万元。宜兰县长林之妙表示，上将梨推广啊，非常感谢所有的农民们，非常的辛苦。那刚才咱农会有都哎，刚刚对着咱一起去用心啊，咱这所有的哈啊，咱这农民的打拼啊，宜兰县呢，大家来过好山好水好环境，但是呢啊，见到咱的芽芽的高经济价值的啊，真的跟他扩建赶快，大家那个过今后啊，前一阵子呢，还在天气收瓜嘛，对噻，收老了对噻。啊，所以呢，啊，当时先关心给他冻伤，但是呢，啊，咱哦，嘛要求，啊，咱嘛是有希望着了吼，啊，咱的这个啊，中央的会当讲吼，对于咱的这个天然灾害啊，现金补助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咱拢在中央捐助，啊，非常感谢吼，人人署哈，啊，谢谢你们的付出奉献，然后呢，对着咱上将你的员工，啊，这个会当讲高经济价值。啊，而且呢，啊，天时地利人和，啊，当讲哎吼，啊，天气的关系最重要嘞，最近的好嘛真重要，更加呢，农民的打拼更加重要。感谢咱位领导哈，会当给咱呢，高经济人呢，啊来啊，啊全国来啊，哎呀好爽，就是咱的三千呀。啊，所以呢，啊，这当讲非常的特殊，啊，那去开会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啊，所以呢，感谢各位辛苦的农民。啊，第二个，第二个专业的支持哈，啊，第二个张建荣议长，哎，当中大力的支持，给咱农业的推广，啊，让我们宜兰县呢能够蓬勃发展。2022三星上将有礼，在。以上新闻由政声记者张凯婷采访报道。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，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，关心你的点点滴滴，正声广播电台。